献血是否有利健康？我们经常听到献血的宣传，说献了血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其实我们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献血是不是对身体有害处呢？我们献的那个血的量，只占我们身体的总血量的5%左右，而我们人体在某一些器官，比如说脾脏里头，是储存了有20%的血，平时是用不着的。所以你献掉的那5%的血，对你身体来说是不会起到什么影响的。献血是对健康不会有什么害处的。相反的，有一些研究表明，如果长期的、比较频繁的献血的话，反而呢对身体有一些好处，比如说能够降低血压，能够降低血糖。